您一上来多大动静？哎，嗯，你很欣慰吧？我还行。通过这个观众朋友们的这个掌声啊，我就知道了什么？对您是特别的熟悉，大伙儿捧，非常的喜爱您，是吗？啊，著名的相声演员郭德纲，不敢当，不敢当，郭老师，是我，好多人都是您的粉丝，支持我们啊！哎，确实是，我也是您的粉丝。哦，你也是啊？啊，我也很喜欢您的。真的呀？啊，胖乎乎的。什么形容词这是？黑灿灿的。啊，黑灿灿的。好，确实是。嗯，这个艺术方面啊，没得说，过奖了。但是啊，我有一个小的意见，不知能不能提？啊，有意见尽管说呀。啊，您这个体型啊，稍微的差一点。我也就这样了，我尽力了啊。不，我认为啊，可以改善。我还能改善？可以改善，加强运动啊，对吧？锻炼身体啊，这是应该的，应该的。另外来说啊，从家里面应该多运动运动。我在外头我也得运动啊。啊，外头我怕您这体格受不了。不至于的啊，不锻炼身体吗？您这么太胖了啊！啊，应该在家里面运动运动，嗯，比如说这个家里面练练形体。我还得练练形体。哎，对了对了，啊，对您的这个身体很有帮助。是吗？那可不是嘛，锻炼身体啊。我努力吧。有机会，你要是有不懂的地方，上我家去。您在哪儿住啊？哪儿我就上您家里去。我带着你啊，咱别一惊一乍的，有话好好说啊。我带着你上我家去啊，教一教你的形体各方面。谁呀？我。你教？啊，你要教我形体？我教一教你的形体啊，我玩玩你。说说就岔道了。嗯，这个咱们得扫听一下啊。对吧？你是干什么工作的？聊了会子天的，不知道我是干嘛的。聊了会子天，你也没说一句人话呀。练舞刀的。您再来一遍。舞刀。您倒不弄枪啊。弄枪干嘛呀？舞刀干嘛呀？就是站在舞台上又蹦又跳，就那个。舞刀啊，舞蹈啊。Yes。 哎呀，还说方言呢。对，你有事说，你别老动手划了人。您是跳舞的舞蹈演员啊？哎，舞蹈演员，你看我这个意思。多好，真没看出来。没看出来啊，确实是。你不认识我？不认识。提名字你就知道。您说。杨。这一个字儿不知道啊。丽萍。你是杨丽萍啊？你这个整容失败了。我觉得原来不寒碜，你怎么改成这样？便宜是吗？我说过我是杨丽萍吗？您可自个儿拍着新脯子说的啊。提杨丽萍这个人认不认识？认识。认识那就行。嗯，跳舞跳得怎么样？好啊。不要捧，实话实说。就是好吗？那就行了，那就没有褒贬了。我心里听得痛快。你等会儿，你再等会儿。高兴啊？不是，爱你哪儿疼了啊？怎么你听着高兴啊？那是我徒弟。杨丽萍是您徒弟？那我徒弟。好，这没看出来啊，没看出来。确实是。嗯，我呢也是从事这个行业。哦。因为我现在很少在舞台上活动了。哦，您净跟哪儿流窜呢？流窜干嘛？就是因为前些年呢，跳舞不小心呢受了点伤。哦，在舞台上跳舞的时候。不是，跳舞还能受伤？当然可以。人说放炮骑摩托才容易受伤的。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啊，是。不要再提了。在舞台上这个跳舞的时候不小心呢，我这个脚啊踩电门上了。那您可太不小心了。确实。这是没电死啊？没有。托您福。哎呀，可惜了，可惜了。你往外站，你别老离我这么近，你啊！我带着您啊，好，我老怕你偷我东西。
你能装什么东西啊？这个年头艺术家偷东西的多了，您离我远点吧。确实是，嗯啊，这个脚啊，这个腿受点伤，踩在电门上了，踩电门上。现在恢复的怎么样？还可以，哦，还能够运动，那太好了啊！但是不能运动时间太长了。哦，为什么呢？时间太长之后就抽筋儿。哦，确实垫着筋了。现在呢，就搞一搞这个授课工作。哦，授课工作，教一教学生，好极了。嗯，很多的这个国家都有我的学生。哦，您还出国授课呢？啊，好多国家我都去过。哦，您说说您都去过哪儿？比如说去过比较大一点的国家，嗯，这个英国。哦，可以。嗯，美国。嗯，美国也去过。澳大利亚。嚯，泰国。哦，缅甸仰光。你看了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还怎么走？您就是说相声的吧？这去过很多的这个国家呀。哦，都去过，咱们一表而过了。对，都去过。我这个久居的国家最喜欢的哪里？还是英国。哦，您常年在英国。对了，因为这个英国这个地方啊，那个人呢都特别绅士。哦，英国呀。因为特别绅，你知道你的绅士吗？我们绅士很凄惨啊。碍着我什么事儿的这里头啊？是，就是有品位啊，有品位。哎，我很喜欢那个国家。好啊，那个地方的英语，嗯，拿过来就能说。呵，对，因为那个画报，嗯，拿过来就读。哈哈，确实是啊。嗯，你别说我们那邻居，嗯，家里有客人上家里面做客，家里面来，开门，请进来，搬一大凳子，这得说英国话了。英国，谁当里头？嗯，快点，嗯，不要再说了。怎么？您这句播不了了。你叫什么？家来客人塞裆里头啊？也当然咱没出过国，咱不知道外国人这个礼节，这多难受啊！英文，哪国人也不能那样做，谁得征得人同意。什么？就是说那英文客气，那还不打起来呀？谁当里头？你看多横，你看看，快点。性质可不一样了啊！不一样。您说让人坐下吗？对，就是坐下。我们也听那外国人说过，人可没说塞裆里呢。他说好像塞裆不利索之类的，好像是，可能是这样。就这意思啊！你说我一脑袋汗，真的，我告诉你们，多危险！不利索塞裆里头。哎呀，还请别客气了，加个敬语。哎呀，塞裆不利索。行了行了，是别这露怯了啊！哎，你离我远点，你老离我这么近干嘛？你，哎，太远了，快回来吧！那边有打狗的，快回来吧！就站着这儿，站这儿。哎啊，很喜欢那个国家啊。旁边有一个邻居，嗯，也是小姑娘。哪这么些邻居啊？多了。邻居多了，挺多的。哎，小姑娘给我印象特别深。哦，为什么呢？长得非常的漂亮，好看是吧？好看，长发披肩，嗯，小腰一掐，哦，瓜子脸，嘿，倒着长，多寒碜呐！啊不，瓜子脸倒长着，大下巴颏子。哎呀，我每次见她，我都跟她说英语。哦，怎么说？那打招呼，嗯，毛你。打身上，别，不要做这种犯罪的工作。啊，这犯什么罪？这长得寒碜点，猫腻也不行，真的。啊，我英文就是问他好，早上起来问好，猫腻。呵，学外语这么大好处呢？真好，我得来趟英国啊！这都不犯法吧？这犯什么法？英国人真快乐。真的啊，我英语说的特别好。对，行了吧，行了吧。英国那个画报拿过来就能欣赏。哦，还能再说一遍。那当然了。嗯，啊，英国那个马路上去就走。哎呀，你看看，英国那饭拿过来就吃。哎，废话。嗯嗯，饭嘛，谁不能吃啊？怎么吃啊？那拿嘴吃啊？拿嘴怎么吃？哦，您连吃饭都忘了。真是。您就忙些什么呢？我英国。嗯。英国你去过吗？我没去过，那就好办了。哎呀，你要得蒙我是怎么着？太遗憾了啊！哎，英国的大西餐厅，大西餐厅啊，一点干的都没有，家大显着阔呀。哦，您这里什么都有。那当然了，嗯，哎，传的大西餐厅特别特别大。哎呀，铁栅栏门，嗯，进院之后有一个洋灰墨的池子，你听这字眼，哎，然后里边有胶皮管子。胶皮管子这么憨啊，往上滋水，
往上滋啊，这肚脐裆里头耗着呀，塞得进去吗那个、哦、早晨起来呗、嗯、没听说过还要滋水，哎呀好滋，哎呀这叫什么，这叫什么呀，喷泉、嗯、好家伙，我这都长了鸟卷了，这个水特别的这个清凉，嗯，哎我一看这个水这么清凉怎么样，我就想洗个澡跟街上保安拦着不让，那是没抽你就便宜你了，不让不让拦，咱有身份，哦对，您身世很凄惨吗，那可是身份身份啊、哦、穿着西装，是是是，哎细裤细裤，嗯，穿着鞋也讲究，怎么名牌啊、哦、世界名牌，什么好学生牌的，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一牌子，你不行，好学生牌世界名牌，我怎么没听，你都不知道啊，一对勾，哎呀得了行了行了，好学生，哎呀呵呵，这别那露怯去了啊，一对勾呢啊，对这你都不知道，那叫Nike， 你这英文很标准吧？嗯，跟着流氓姓学这个了。哎，这叫 Nike。这，嗯，哦，就那个，嗯，你知道吧？戴着礼帽，还戴礼帽呢。哎，有文明帐。呵，你看看，文明帐，腿抽筋儿嘛，不是身份的象征。有这个才能惨啊。惨干嘛呀，好身份上上大高台阶，哦，大高台阶，哎到了这个门口，嗯，门口这儿这个有那个保安，那儿有保安，有门口保安，冲我一鞠躬，我都不搭理他，哦是我干嘛去的，是是是是，我是消费者，您不上那洗澡去了吗，不那洗完澡吃饭，哦真洗了消费者上帝，嗯，我都不正眼瞅他，你看我就拿我这膀胱就这么一扫不搭理我，拦您一句吧，啊您拿什么扫了一下膀胱就这么一扫，您可够骚气的，我说这就不懂了，我怎么不懂了，什么叫骚气的呀，您拿什么扫的膀胱，这不知道，告诉你啊，关点真能耐啊，哦哎哦，这为直管，哦这个这为膀胱，哦我俩你也俩，哎呀我这俩比你俩大，行了，大管什么用，多装半盆呗是吧，什么意思，这、嗯、这叫余光，膀胱是虽跑装尿的，哎怎么弄一脸啊，说好几年膀胱了，你就没人告诉你，哎你应该来裤衩扣上，嗯，过去聊天，嗯，余光，嗯余光不站着呢，嗯，站着看，嗯进门，人家门不跟咱这门似的，怎么呢，咱门是那个两片的，就这门，哎呀两片儿，真的人那不是啊，人是转门旋转门，知道吧，啊就这么转，你理会错了，你以为这么转的吧，你那小眼珠一激灵，我就知道你想什么，你这你这水车这是是的，这么转啊，哦哦对对对，这么转这么转，哎呀看见新鲜孩了，你要进这种门，嗯进这门你得飞着他，哎飞着他呀，因为他老是动，他老是动，你不飞着吧撞门框上了，你也够废物的不是因为他老是动，他老是动，必须得塞着，好我就跟你好，哎进来之后，哎告诉你窍门，什么哎窍门，就是见面就出，我见面就出，出来之后你一看，嗯大西餐厅就是不一样，怎么了，天太大了太大了，这个中间也有杨辉墨的池子，往上滋水，铁大的门，我还有马路，孙飞你又转出来了，你跟这儿洗澡了吗，你就出去了是吗，你没逮住还接着
这一天没干别的啊。好馅儿，好，怎么样？哎，进来之后差不多就出来。哦，见面就出来，转了半个钟头。哎呀，转晕了。没干别的，嗯。进来之后，有那个服务员，服务员，哎呀，特别绅士。嗯。过来之后，冲我一鞠躬。嗯，冲鞠躬，把那礼帽给他。哎，他不要啊？有，但有一毛钱给我存起来。啊，存帽子，文明棍儿，西装，脱下。啊，存上啊、嗯，口罩。真全乎，眼镜，嗯，假牙，哎呀，等，嗯，你存的什么？假牙，那待会儿怎么吃东西？恍惚了啊，不好意思，还得拿回来，这不是我的，哎呦，多脏啊！来，这脏不脏啊？差不多，哎呀，差不多了、哎、那个啊，进屋，那进屋吧，上里边去，找一干净的凳子，好、哦，干净的啊，英国餐厅不能多脏了，嗯，那一坐、啊，这时候干嘛？开始要饭，哎，啊，干嘛？要饭？那你可多余劲了呀，那个工作都是街上完成的，别去，那是摆摊的，您这是屋里头。西餐厅没有摆摊的，您说这可不是要饭，要饭就是这是点餐，又叫点餐的，又叫点餐的。哎呀，谁听得懂这路话呀？哎、点餐，跟外国人说外国话，叫这个服务员，嗯，叫服务员就说英文，哦，说汉语人听不懂，那是说英文，嗯 ，taxi， 怼死你，屋里打车呀。我招他怼死我，嗯，就是英文嘛，英文叫服务员，就这个。哎呀呀，你这太流氓了，这个。Taxi。哎呀呀呀呀，兄弟，您就用人话说吧，我们听得懂啊。嗯，对。怎么来着？随便。哎 ，Come。来吧，赶紧过来，赶紧。哎，看我这一溜小跑就过来了，你看看，一溜小跑就过来了。嗯，你好先生，要什么你？哎，人这中国话比你可利索。我也说，讨厌。嗯，说英文。嗯，不会。哎，俩老乡这儿碰见了。说汉语吧，汉语好交流。说汉语哈，点餐。嗯，对吗？干点正事吧。来，点餐，来一瓶儿 XO， 咱这发音，你喝得惯吗 ？XO 喝得惯，就是勃兰地。嗯，哎呀，还有那个面包果子酱。哎，说来咱俩都算过了。对，拿红瓶打不拿红瓶揍你啊！哎呀，哎，行了，行了。可了吧，你要不要蒜挺很好用的，吃大蒜有用啊，是是是，你还得对着咖啡一块喝呢。哎，真有生活。别说这个啊，吃大蒜有用，嗯，那这不能咽了，咽辣心。好，那怎么办呢？嚼嚼了给退出去。这我不理解，吃西餐嚼蒜还得吐了。当然了，有用啊。你这急赤白脸地儿的啊，西餐厅旁边都带舞厅，一般人呢，就是吃完饭没事儿，像舞厅里面就是坐着，可以喝点这个咖啡，不是，咖啡，喝点咖啡，嗯，然后聊聊天。我舞蹈家呀，我吃完饭我肯定进去玩会儿去，哦，对吗？舞蹈家就得去，可不是嘛，我进去我得玩会儿去，哎呀，跳跳舞去。有那当地的妙龄的女郎，一个人来的，没舞伴，哦，大老远看见我了，嗯。想跟我一起跳舞，嗯，其实我不乐意跟他跳，也未必会、啊、谁说的，嗯，跳得太次了，嗯啊，你说在人那个地界当面给人回了，人脸上不好看，哦，不好看，不便于回绝，哎，那怎么办呢？拿大蒜盯着。我没明白，拿大蒜盯着、嗯、你比如说啊，我这正在这坐着呢，在坐着过来一个妙龄的女郎，哎呀，老有这妙龄的女郎，嗯，好看的姑娘，嗯，大美女，可以了可以了，过来之后嘉英，今年小十五。哎呀，哥，行不行啊？你问问他地里活忙完了吗？别耽误收成。
传完了干嘛？是你看语言呢，标准的，特别标准。不乐意跟那块抢。那怎么办呢？哎呀，就这一下，这舞蹈家太下三滥了，扭头就跑了。哦，扭头就跑了，不乐意跟那跳。你瞧瞧，别看他们跳舞跳的次，但是人家舞厅特别前卫。舞厅啊，舞厅好极了，是吗？特别，你都没见过。我怎么没见过呢？你去过那地儿吗？舞厅有什么没去过的呢？你说一说。不是，就是当间地板弹簧打蜡的，周围有一圈坐的地儿，这边小舞台有乐队人指挥什么的，大伙儿跳舞吗？不就是？对对，还有一指挥，你还行。你重说一遍。说的什么玩意儿呢？这真有一指挥。哎，慢慢说啊，你毛病就出在这儿了，知道吗？有一小乐队，小乐队，然后呢，这个用的那个乐器都特别好。您给说说，就用乐器，西洋的乐器啊，就跟你们曲艺团里用的不一样，有差异。您曲艺团里用的那个，就是那个，就那种三弦儿，琵琶，琵琶，京呼。都这样弄啊这啊京呼人家西洋的乐器有一个吹的那个东西有摁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叫什么呀就是黄金的小便池膀胱先生用的膀胱你这玩意儿前后都能勾上哎这吹的那个东西你吹得满半腿吗还行还行什么呀你萨克斯吗？啊，对对对，萨斯现在。我又不是，这没有非典的事啊。萨克斯现在，还有一个，那个弹的那叫钢琴。啊，钢琴呐、啊。钢琴，看你钢琴下边有一离合吗？对啊，钢琴加九几的油啊？九七的。胡说八道啊！九七的油，它纯净。哦，这你知道？是是，这是行家。哎，就这两件乐器吗？还有呢。还有一个东西特佩服的一个东西，特佩服的东西，特佩服的一个东西，谁听懂这类话？就是倍儿结实。你等会儿，这东西名字叫倍儿结实？我不是，就是老锯不断，就那玩意儿。什么玩意儿锯？就是这弄之后还老锯不断。小提琴呐、啊，哎，就那。那是锯不断啊，哎、还挺结实，架子鼓，人都有，头指挥的大背头，穿燕尾服，拿根筷子。啊，拿出筷子，哎，等着挑眼呢。拿筷子，那个声音特别好。什么声音？就伴奏的那个。整个乐器。哎，对对对，就那。哎呀，连整话都说不出来。就那东西。你这像赶大车子，你这个啊，我可没挑出来啊，那叫丰收了。哎呀，声音学一学。好，那旋律特别好。舞厅的音乐。啷啷啷啷啷啷啊！啷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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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啷啊！要把了钱，哎，行了，河南坠子美国都有啊，就跟河南坠子似的，就那么好听。哦，和这个比喻很恰当啊！对对对，说了半天了，您真是舞蹈家吗？那当然了，我们现在对您表示怀疑。怎么意思？没看出来。没看出来吗？对呀。就这个意思，你没看出来吗？您光说了啊，我们没法相信您。你看，你要这样吧，啊，这叫枪火。怎么呢？你这样，要不咱跳一回？哪为最好？行行，你行啊。你看看，你行啊。我可没说我是跳舞的，您一直说您是舞蹈家。舞蹈家，同大伙儿跳一段，我们欣赏一下，好不好？大家，大家伙儿这么给面子，那就跳一个，跳一个吧，跳一个，好，行吧。给我找一个，不好意思说，您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不好意思说。您学外语的时候就够枪毙的了，真的。您说吧，您打算要干嘛？就是我有个要求啊，什么要求？他找一女伴儿。目前没有，这两天管得紧。那怎么跳？要想跳舞的话。我配合你跳，咱俩啊，没听说我啊，没听说有俩大老爷们搂一块跳的吗？那行，那咱上东单公园那个。
一夜之间您就火了，你现在我就病了。那你口味还行，咱说点正经的行不 行？为了看你跳，又不是我，好不好？行行吗？那就区分一下这个人物。哦，这里边有角色。哎，你说说吧。一大男一大女。他那大男大女。大男大女。嗯嗯嗯，谁来大男大女？那你说呢？我说啊，我呀，我来大女吧。哦，为什么呢？对，因为长得媚气。这不，我走大街上，好多人都夸我。怎么说？哎，你看，哎，那孙子，哎，娘们哄哄的。哎呀呀呀！没事，少上东单遛弯去啊，被人识破了。就是媚气。行嘞。那我演这男的呗，你演是吧？嗯，咱们这就是这个舞厅了。舞厅，咱俩要跳个舞。跳个舞，那还有什么准备的工作没有？我得化一下妆啊。您要化妆啊？区分一下这个男女。可是没有准备啊。那这样吧，拿这个吧，简单的化一下妆吧。可以，好不好？可以。拿着手绢吧，嗯，包一下头，像不像三分样子？好，好不好？来，哦，来化一下妆。这捯饬捯饬是有必要的，让大伙知道是怎么回事。人要是不捯饬可是不好看，哎，捯饬完了之后您再瞧，差不多了。哎，楼上楼下各位来。嗯，哼，出来那摊儿都脱不好了。什么啊？听不见。哎哎呀，听不清楚，站起来。好还有像不像那个店？哎，电影明星，电车压死的，像电摩托怼的那样。这个，咱们这就开始了吗？还没有。啊，怎么了？把这袖子挽一下。我还得挽上点。挽上点。哦。修长的胳膊。哦。修长的胳膊啊。性感的。哦。您这是？这好比就是我那超短裙。您这也太短了，而且没有前片儿。好，您这来吧，您哈塞裆里头吧。嗯，我让您这样啊，我男的，你得跟这坐着，我请你来。我这怎么呢？你坐那儿吧。坐哪儿？坐哪儿？就这儿呗。这儿啊。给你点纸。脏不脏啊？我都没听说过，您跟台上干嘛呢？这坐是没坐，哪有坐？作笔成样，无实物表演吗？无实物表演。来来来，坐马扎上吧，这。哼，就这坐着呢，坐这，盘点腿就得了呗。哎，真细致，咱们这就开始了。哼，真美型。等待的，等待的，小姐，请您跳一支舞。这哪儿地沟反味儿了？跳舞还这么大罪过呢啊！请您跳一支舞。我这死这坑里边，我。请您跳一支舞。谁说？走啊！哎，来走，哎。咱们这是跳舞吗？耍猴，对你的吧。